的素颜虽然少了一分名利，但是还是那么可爱。但是少了妆容的修饰，还是能看到她有比较明显的黑眼圈，即使加了美颜也没办法掩盖。看来小谷要多注意休息了，而且没有了灯光的照耀，小谷的皮肤状态也没那么好了，没有以前娇嫩了。陈意涵是台湾著名的不老女星，但是哪有什么真正的不老之说。虽然陈意涵一直通过运动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得到锻炼保持活力，但是毕竟时间也是会在自己脸部留下痕迹。如今她面部已经有一些松弛，颈部也有颈纹了。在真正的男子汉里，杨幂褪去所有的化妆品之后，我们才知道原来不化妆的杨幂更好看，更显得少女呢。奔跑吧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真实的热巴，而且在节目里热巴也大胆的素颜出镜，别说还真的很好看。看来年轻可是很有资本的。在跑男里我们都看到了敢打敢拼的女汉子 baby， 节目里她也是多次素颜出镜，除了眼窝有些皱纹以外，其他的都还好哦。